所以你们打算承认这件事情是你们干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绝对不会是我们做的，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杀他。你们还在狡辩，这些证据都指向凶手是你们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怎么知道这些证据是不是伪造的？或许是有人在诬赖我们啊！你又怎么能一口咬定是我们干的呢？你也是这样觉得吗？也觉得这些证据是伪造的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，林佳宇？你说点话啊！为什么到现在你却沉默了？都别说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你要过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啊？每天提心吊胆的，我已经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。难道你不觉得累吗？也是时候该坦白一切了，没有必要再这样瞒下去了。既然你们都承认了，那审讯就到此结束吧。你们确定要委托这件事吗？毕竟年代都这么久远了，也不见得调查得出什么事情来。对，无论如何都请你帮忙这件事情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很久了，但是希望你也可以帮忙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人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以及事情都过这么久了，怎么突然想要调查他的下落？这个人来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拜托你一定要调查到他。他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如果价钱什么的，可以等之后找到人。可以再申请估价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拜托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有任何进展再告诉你们。那我们有事先走了，有事再联络我们。这段日子辛苦你们了，一直来照顾我。我的时日也不多了，该交代也交代完，以后就麻烦你们照顾孟玉了。请你别这样说，毕竟你之前也是这么照顾我们的。那孟玉的话就交给我们处理，不用担心。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儿子啊，你终于来了。爸爸有事情要跟你说。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总是过了多长的日子吗？胆战心惊的过这些日子，就把它拖累你了。对不起。爸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没有拖累这回事。没有你们这些孩子，不用放心。有你们这些孩子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。合照啊，那可是我跟爸爸唯一的回忆耶。如果找不到，那就什么都没了，烦呢。嗯，这里怎么箱子啊？给孟玉，该不会是爸爸留给我的吧？哎，录音带，该不会是我们小时候的录音吧？拿去听听看好了。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想必是我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处理完，不然这个录音带早就被我销毁了，又不会被你发现的。我希望你能继续帮我完成这件事情，让它有个结束。当年我冲进公司时，
很幸运遇到一位投资我公司的合伙人，但当时因为刚创立，我已经耗尽大量财力，所以手头很紧。但幸好合伙人资助了一笔钱，不料后来他却反咬了我一口，把钱卷走了，还找人追杀我，还有带着当时怀着身孕的你母亲四处逃亡。于是我不得不被迫承认这件根本不是我所做的事情，还有名誉受损，家道中落。没想到我出狱之后，还不放过我们，对我们感情杀绝，让我们不能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下去，被迫搬离了这里，从此用你家与世家视为两地，把对方视为仇家。而因为他们，我在牢里度过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熬了过来，却还紧抓着我不放。我之前精心策划着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却没有机会实行。现在我们李家只剩你一个人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完成这个计划，为李家报仇雪恨。世界上人太可恶了吧！我爸怎么会受到这种对待啊？如果这世界上不要那么可恶的话，我爸就不会受到这么多委屈。爸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把那些让你受委屈的人全部杀掉吗？可是以我现在能力，我根本就做不到。啊，这么软弱的我，该怎么办？啊，我好想你。最近是超热哎，还怎么出去吃冰啊？好啊，热死了，不出去到底干嘛？不好吧，我数学都要被扣考了，而且被教官抓得很麻烦哎。你又没差，反正多科都被扣考了，扣考那个又算什么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去就去啊，不怕不我。好了好了，走啦走啦。哦，幸好跟你们一起出来吃冰，不然早在教室要融化了。就不知道你在怕什么，这个也要怕。好啊，你们不要再吵啦，再吵冰我就要把冰全部都吃掉。哎呀，李梦玉，不知道你想吃我的冰哦，我喂你呀、小冰棍来了。不是恶心他啦，就是因为你这样，你害他单身17年呢。还有你那个什么垃圾的房子，是不是他拆掉了？看你就多多哎。你说什么？你有看到你光棍多久了，还敢讲我？而且你干嘛先说我法箍啦？这审美观，哼，不懂啦。不然现在时间还很多，我们去游戏机台玩怎样？而且现在最近出了超多游戏机台，要不要去啊？好啊，走啊。好，走上走。李梦君，你行不行啊？真的玩得很烂呢。你们吵不然叫你妈妈来玩啊。这很烂我来玩啦。林佳，你不要弄我啦，你这样害我输掉现在时间也不早，我真的很想回家看我的郭富城真不想自己看浪费时间玩郭富城，又是郭富城，你从以前都喜欢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你为什么可以那么死心塌地啊？怎样啊你？郭富城就很帅没懂。李梦雨这玩很烂我真的要回家看郭富城的啦。等我啦，我还没玩你靠腰啊。好啦，不玩了，那过不了，我跟林佳走了。等一下啦，不行啊。